你终于醒了，见习天使。没错，你……哎，别愣着了，先来挑选一下外观，形象管理可是很重要的。现在的样子还有些不适应。喂，哎，算了算了，赶快。对了，见习天使还没有自己的荣誉封号呢，你就先给自己取一个代号吧。这里就是凹凸大厅了。凹凸大，所以，但是，其余规，参赛者们都行动。毕竟我们。这里是自由丛林，从这在战场中，我们通过点击格子，白色格子是移动格，点击后进行移动；绿色格子是防御格，点击；红色格子是普攻格，点击后向敌方单位攻；紫色格子是专属技能格，新的专属技能是攻击一个方向上的多个敌方单位，试试吧。恭喜参赛者！哇！自由丛林。哦，不好，筋受伤了，我们需快点击紫色的专属技能格吧。接下来，看你的指挥了。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进行战斗，我会在赛场中投放一些补给宝箱，点击后拾取。
一个，两。好。当两个参赛者都可以对敌点击后，参赛者会在召唤帅位的同时进行合击，威力强大。左下角摇杆控制参赛者向宝箱位置移动，他们会自动跳过去。谢谢你们。我说，放置探索开启，点击这里，一键领取奖励。点击这里，点击这里，可以点击自动添加，点击升级。凹凸大赛里还有各种各样的系统可以为你提供，这是活动系统，通过战斗系统，这是参赛者关，这是羁绊系统，最后是背包系统，都学会了吗？凹凸大赛可是充满未知的地方，剩下的就由你自己继续去探索啦。金还在等着我们，快点击这里进入战场吧，开始战斗。你人力技能是每个参赛技能按钮上方的数字，这里显示的是当前拥他们的原力，已经服从我的召唤，大斯巴达。我的矢量冲击，太好了！谁来救救？
服从我的召唤，大斯巴达。黑夜降临吧，星月刃。好像听他们自称。点击这里进行升级，最后升级原力进行升级。召唤功能已开启，点击搜索，粉丝免费哦。